行话，起笔轻，与下个笔画相呼应。行得行要细，竖要粗。这个竖法要高起笔向下，由重到轻，行尽量向上靠。点，握钩，漏风轻入笔向下。笔段一连与横画间距基本相等，不要太大。这个竖画向中间斜，中间竖画垂直，由重到轻，轻自己在字的下部偏右一点。